近年咧，温哥华嘅房地产咧非常之咁蓬勃，竞争力都相当之咁激烈啦，所以好多发展商咧都会有新嘅 idea 啦，吸引买家嘅。冇错啦，以后落嚟咧就系一个地产项目嘅聚会，同大家一齐去睇下啦。有游艇又有名车，究竟系乜嘢 party 嚟噶？Aspac Developments 是温哥华著名的地产发展商，在2013年庆祝20周年的时候就构思了这个概念。我们觉得窝心体贴的服务才可以凸显到我们的品牌。Aspac Club 的构思就是要令我们的买家和住客可以通过这张会员卡去指定的商号享受特别的优惠和服务。今年是两周年，所以我们举办这个大 party 来庆祝，也都是表示我们对客户的感谢。咁我知道你哋仲精心策划咗一啲活动俾现场嘉宾参与嘅，同我哋介绍一下。我哋今日 party 嘅设计同埋布置都系 Aspac Club 所提供服务嘅缩影，各方面嘅生活方式我哋都会照顾到嘅。无论家居设计、摆设、厨房家电、请客需要时嘅 catering 美食啦，品尝各国名酒，同埋大家都喜爱嘅朱古力，女士们最爱嘅珠宝首饰。鲜花布置、陶冶性情的音乐、不同的汽车品牌，让我们可以享受出海钓鱼乐趣的游艇，保持健康的世界级运动设施和高尔夫球会所，还有带你去六星级旅行的好帮手。以后我们希望能够再添加其他的元素。今天我们还设立了影相区，给来宾留下美好的回忆，加上多个抽奖，相信大家都享受了一个开心愉快的晚上。